Happy Halloween， 万圣节快乐！今天是万韶莎莎陪我们来吃全联版级的面包哦。版级万圣节，2023年的10月6号到10月19号，新品尝鲜价新台币35元哦。今天万韶拿的是肉桂卷，珊珊亲手做的哟。莎莎身上是巧克力，跟今天的面包主题有关哦。幽灵、南瓜都来了哟，因为是万圣节。这个全联万圣节的贴纸可以买咖喱送，或是用50点会员点数送哦。这一盘是巧克力风味的，木乃伊巧克力，每年高人气经典商品，可爱木乃伊。柔软的面包里面有香甜巧克力哦。黑色派对棉花糖及 Oreo 饼干碎片，加上多彩彩虹糖铺撒在巧克力面包上，里面有浓滑的乳酪馅哦。浓情巧克力，柔软香甜的生吐司薄体，包裹着香浓的美露奶露馅哦。柠檬糖霜核桃肉桂卷，哇，肉桂香气，核桃增加口感，搭配酸甜柠檬糖霜。看起来好赞哦！所以万韶才要拿肉桂卷。咖喱起司披萨，板吉与 House 好事佛蒙特咖喱联名推出哦。经典日系微甜口味，它外圈是披萨面团，有淡淡的麦香，上面有乳酪丝哦，中间就是那个咖喱了，都好香哦。这两个面包都好香哦，一般的面包，咖喱好香哦，里面有一些肉末哦，马铃薯、红萝卜都很碎，好吃。啊，超香的肉桂呀，满满的核桃，超赞的。湿润的面包哎，超好吃的肉桂卷，酸酸甜甜的，而且很香。这个木乃伊巧克力里面就是巧克力馅，而且如果可以回烤的话会更好吃哦。哇，它那个黑色派对好像一个棺材哦。这一款 colorful 应该孩子很爱哦，上面就有一层很甜的巧克力，里面有乳酪馅哦，带点酸味哦。啊，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在我们脖子一样？哦，它中间已经切开是不是？对啊。哇，哦，好哦。哎，它的梅露馅好薄哦。
面包跟吐司一样，非常的松软。这个柠檬糖霜核桃肉桂卷最好吃啦，可以去全联买一些板吉的 Halloween 面包哦。Happy Halloween!